今天我們就去了這個很漂亮的水晶皮夾廠，就做回一個相機的皮帶。今天的活動我們哇有一班年輕人，個個都是對啦。我們現在就開始就去參觀下這個皮夾廠啦。很多謝水晶的代表啦，咁啊带我哋过去啦。OK， 好，麻烦晒你。佢入边有好多个唔同嘅拍喺度嘅装喺度。因為它裡面有不同的 mechanical reaction 在這裡，是的，我應該你這個都要用到，是的，都要將人拆了換了，但是這些東西你的名字就不知道很深很難的，這些會斷。因為越淺色的皮呢，其實你一驗的時候個瑕疵就越明顯，但是如果它要做到咁淺色咁 light， 個表面上你摸落去感覺好似冇化過妝嗰啲咧，其實嗰啲個杯底即係本身張皮咧個價值越高啊。每一個牛種都有，即係等於我哋有分黑白牛啊，係啦係啦。条线要在针尖上面再多一截手指位左右，跟住支针咧要吉穿条线嘅，吉穿个线尾位，系啦，吉穿咗之后咧，揸住针尖下面个线尾拉佢落去，咁你吉穿嗰个位咧，佢就 lock 住咗。穿錯咗，即係調翻轉頭穿落去。
好啦，大家睇到啦，咁啊見到個 workshop 啦，其實大家咧都玩得好開心嘅。咁呢個 workshop 啦，咁我哋 M&K Camera 啦就籌備咗咧都好耐㗎啦。咁啊想俾各位啦就了解一下相機嘅配件之餘咧，亦都俾大家親身體驗一下點樣去做一條相機嘅皮帶啦。咁其實喺個過程之中咧，大家都玩得好開心嘅。咁啊喺影片之中咧，你見到咧有個肥仔咧，其實係我個仔嚟嘅。咁啊，好多謝公司啦，都叫埋我屋企人啦，一齊去參與呢個活動啦。咁啊，肥仔啦就坐唔定，做咗呢條皮帶咧，做咗一半啫。咁啊，我啊做埋另外一半啦。咁其實咧，個感覺咧都好感動嘅，因為咧平時工作關係啦，我又好少咧陪伴屋企人啦。咁今次咧有呢個機會啦，可以同阿肥仔啦一齊做咗呢條相機帶出嚟啦。咁啊帶住佢去工作嘅時候咧，都感覺到咧一家人咧陪伴住我一齊去工作啦咁樣樣嘅。你話買一條相機帶俾1,000+，真係好容易買到一條好靚嘅相機帶，但係個感覺咧就係冇呢個親手同屋企人一齊做一條相機帶嗰種感覺出嚟，呢個咧係真係幾感動嘅一個活動嚟嘅。嗱咁啊 ，M&K Camera 咧就會不斷啦去做一啲唔同嘅活動啦。咁啊，等多啲人咧就去參與下啦。希望咧我下次搞活動嘅時候咧，大家咧就多多支持啦。咁就可以過嚟參加翻 M&K Camera 唔同嘅活動。好多謝大家先，拜拜。